九大晚安，今天好想录卡，我也是九大晚安，大家晚安。咻，阿爷晚安。好，今天头发整理好了，耶、yeah! ！Eric 晚安。开错账号，等我一下。好啊，有差吗？阿伯晚安。大家晚安，整理一下头发。对，好，新衣服吗？不是，应该有穿过。哎呀，回来了，哥哥，晚安。哎，等一下哦，早是吗？还是早时糟糕了，忘记怎么讲，吃饱了，有吃饱，早是 OK 好，不会忘记。志祥晚安，凯莉莎晚安，谢谢阿伯的缘分相遇，四声 OK 等你那只 real 破百万啊，你说 chippy 恰啪恰啪那个吗？我也希望可以破百万，但我也不知道。嗯，现在看我那 real 的，不是只有亚洲人，好像是澳门那边的人比较多。会不会是？这是什么？什么意思？谢谢凯莉上的四叶草。我今天想唱歌。因为心情有点不太好，大家看你突破，对，我也希望我的留言读也破百了，留言赞哦，哦，对，为什么心情不好呢？我也不知道，卡丘晚安，就是呢，突然会，我今天突然想到以前很后悔的事情，对，然后就很无奈。你说啊，为什么我那时候没有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呢，你们应该知道冬粉的生日转蛋，那个要录音六个语音的，六个自己的故事，对，反正都是跟小时候有关系的，对，可能小时候的你是什么样的人呢？或是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的照片呢？什么的。你们应该有些人有抽过其他生日转蛋吧，所以可能知道。反正我们四月的人也要录那个，然后我到现在都还没想到要讲什么。对，因为我很不会想文章，但是这几天就是好好看一下以前的照片啊，或是就是想一下之前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越想越头痛。晚餐吃的不够好也是有可能，不会晚安，人偶尔都会后悔一下。对，魏如晚安，今天的寿喜吗？生日快乐，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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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魏如，勇哥晚安。再去看一下，原来是想到小时候的事情。对，卢卡都直播讲完了，啊，这样可爱吗？谢谢。看一下哦，大家晚安，主播晚安，晚安。你可以说小时候，我看一下，对不起，小时候跟卡妹打架的事情，小时候已经太多了，我有点忘记了。 Patty 晚安，我懂，回忆想起来会后悔为什么拒绝女同学的告白。懂，我懂那个感受，想说懂为什么那时候怎么了。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是，我原本要打算，我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唱歌很厉害，他有出过自己的专辑，不是专辑，反正他参加了某一个演唱会，对，因为他就是被选上了，
反正他被选上某一个东西，然后里面有参与到那个专辑的人都会有临时的那个演唱会这样。然后呢，我们那天我跟朋友有约一起玩宝可梦，对，但是我妈那时候在陪我，我妈都跟我说，可是今天还有就是某某某A 奖好了，今天还有 A 奖的演唱会，我想说没关系，我玩宝可梦之后就去 A 奖那边。结果我跟朋友玩宝可梦真的太开心了，然后我妈说你现在不去，你来不及 A 奖的演唱会。我说哦，还是不要，我要玩宝可梦这样，然后完全错过他的演唱会。我现在到现在还是觉得，为什么我那时候选择玩宝可梦？明明就是我同学，而且跟我玩宝可梦的也是我同学，可是他不知道今天 A 奖开演唱会。对，现在想到真的好难过，而且演唱会那天，除了我们以外，很多同学都到那里。然后连我跟那个一起玩宝可梦的，她也是女生，我们两个喜欢的男生也有去看演唱会。哎呀，没有，就是现在想到还是会后悔。小时候事情我都用不怎么敢去想，后悔的选择太多。对呀，但我觉得我目前最后悔的可能是这个。目前状态是过敏严重，在开挂。Plus 晚安。应该不是最后悔，应该不是最后悔，但是是真的蛮后悔。安德森晚安，玩到忘记时间，没有，我妈一直提醒我，但我说不要，我要玩宝可梦。我就是选择宝可梦，如果是我可能也会想一直玩游戏。真的是，你选择跟同学之间友谊，对呀。而且那时候我妈也很可怜，我们每次玩游戏都去附近的摩斯，然后我妈一个人在那边陪我这样。对，她一定会无聊死，因为我跟他们一直都在玩 DS。 原来是因为有喜欢男生，对，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对，我真的超级后悔。喜欢什么宝可梦呢？亚董，亚董的中文我每次都忘记，呆呆兽吗？是吗？疾风亮晚安。对，还要播讲吗？那先跟露卡报备一下，四月生日那天我可能会选宝可梦啊！不行，你会后悔一辈子哦。还好没有从此讨厌宝可梦。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啊就讨厌，但是。就是过了几年后还是会后悔。对，宝可梦前阵子好像有新游戏的情报哦。真的吗？因为当时真的钻石吗？对，但 DP 真的太红了，他可能是四月十三号选宝可梦。我们四月十三应该没有什么事情，对。只是我后来发现，我们生日会是四月六号，对不对？那天好像是清明节连假吗？对，他要去别人的生日会。韩寒的生日会我知道啊，可是又不是六号。哎呀，我喝个东西。今天喉咙有点不太舒服，痒痒的。你们赚清明节连假？对啊，清明节连假。是不是很多人都回家去拜拜？猜一下，希望不要。我已经表明今年我不下去南部了，赞。我要赞吗？谢谢你们啦，
还有我待在台北就好。最后悔的事情应该是熬夜看 F1 前两天啊，你说最近哦。萱萱晚安。我最近最后悔的事情，我想一下，最近最后悔的事情，吃太多东西，不孝之身九蛋。对，萱萱晚安。还有什么？嗯，最近后悔的事情。对，吃太多花生糖。卢卡有发现阿伟那篇贴文有我吗？哎，不知道哎。阿伟的贴文我看一下。九蛋不去扫墓，晚上会被……不会啦，没事，我也不会去啊。我是不能去。看一下阿伟，阿伟的 ID 我忘记。啊对 ，egg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二零零零，很强的 ID， 我看一下，哦，是这个吗？是这个吗？这个拿阿潘的扇子的人是你吗？我发现他的皮卡丘很有那个味，不是味道，很有。当年的那个感觉，我们小时候卖的皮卡丘娃娃的感觉很有历史，对对对。但是我可以改报台北教会的追思礼拜啊，一切很合理，对啊，当然没问题，你们 OK， 我们当然没问题。所以你们在二楼，但我也是在二楼，但是很上面。倒数第二排。诶，我有说，演唱会的事情我有说吗？我其实是为了就是松本里香，不是松本里花吗？忘记，松本里香さんの卡是哪一个卡？对，松本里香。对，我就是为了松本梨香闪的 Pokemon Get to the Z 去的。对，在前面真的我很一直都忍耐，想说到松本闪到底什么时候出现？对，但我们就知道他一定是最后的最后嘛。对，所以那一天跟你们说有六个 TP 成员，还是全部有六个 TP 成员。准时到的只有我跟 Mina， 其他人都迟到，然后 Mina 很贴心，他们都帮其他人的票都拿了，先帮他们拿这样。对，我本来也想去，但是拼图我就放弃，拼图我完全忘记有这件事情，迟到很久，有些人迟到超久，但是他们我相信他们也是为了看。松本老师，对，因为那个演唱会真的有点久，有三个小时还是四个小时，六点半到十点，三个半小时，真的会很累。对呀，而且松本老师只有表演三首而已，真的有点可惜。TP 迟到已经是文化了。很值得，真的。Mina 没吃到，我比较意外。对 ，Mina 准时到，他说他晚餐在那边吃。对，票口的女生就是有在动漫节找你签名。哦，我知道，丫丫，丫丫吗？丫丫，我知道那个丫，嘶哑的哑。对，他有跟我说，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拿公关票的时候想说。好眼熟，后来他先跟我说，就是我有去你的，就是签名会，对，然后我就哦，我知道，这样，嘶哑的哑，嘶哑，哑是二声吗？如果是二声的话，应该是念哑哑。
雅是三十哦，那雅雅，一泽晚安。反正他有跟我说，他有去我的签名会，对。然后他旁边的女生我也有看过，但我有点忘记他是谁，都可以顺口就好。对，草莓酱晚安。对，然后我先进场，然后 Mina 就在外面等其他人再进场，这样。猜拳跟运动会的主持哦，难怪，对，难怪，对，好像是猜拳。我猜拳的主持人比较印象比较深刻，所以他跟马库托桑比较熟的意思。哦，忘记换眼线，难怪我觉得今天好奇怪。啊，失败了，算了算了，就这样。想说你改眼妆了，对啊。我也想说今天眼睛怎么看起来比较小。好，可以了，可以了。哎呀，但也不错，这样很新鲜哦，真的吗？好，可以可以可以，不错。今天我的头发好乖，不觉得吗？就是内弯，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昨天有洗澡，通常洗澡隔天头发会毛毛的，但今天还好，好可爱的表情，对吗？今天头发感觉很整齐，对，虽然我刚刚有夹一下。你们晚餐今天吃什么？我今天呢，原本想吃无印良品的东西，然后我去那边，对，我原本想吃他们卖的意大利面，对，可是发现他们卖的是汤包，不是汤包，就是酱包，对不起，酱包，所以一定要买面才可以煮。但我发现，我到家才发现，哎，我竟然我没有买意大利面，所以今天就吃不了。料理包蛮好吃，对。哦，松屋哦，好好哦。今天吃卡喱乌冬，这么好，没有面，对，我以为有。只有我们家现在只有荞麦面跟冷细面，所以后来又去外面买了饺子。晚上还没吃，中午吃小火锅哦，了解。对，我今天3点多起床，昨天晚上也是有点忧郁的状态，然后我就哭了一下之后看了 Netflix， 对，然后想说现在这个状态应该要看什么样的电影才会心情会变好，然后后来去看吉卜力的红猪。是晚上在想小时候的事情吗？晚上我也不知道晚上怎么突然不开心，不是难过，怀疑人生。那个看了会哭不是吗？你说红猪吗？红猪我看我是没有哭啦，对，笑泽晚安。我想说我没看过那个，所以看一下感觉就是比起中午看适合晚上看的那种感觉。看完会 emo， 对对对，会 emo， 但是不是难过的那种。还好吗？现在还好。我有点忘记红猪的剧情了，那个剧情很，我也很难说明。小时候的回忆，
因为我朋友那时候说小时候看他们看不懂，大概是我幼稚园的时候，所以我长大到现在都没看过。然后我看了，还是有点看不太懂，也不是完全看不懂，但是，就是结局。很没有很明显的说他最后怎么样，所以就是看完之后会有点会想一些，对，看完之后还有看别的，没有直接睡觉了，没有什么看龙珠，赵红晚安，小时候吉卜力有些真的看不懂想表达的，对对对，因为太小了不太懂，小时候反而比较喜欢。龙猫啊，这种，我觉得吉卜力电影的好的地方就是，里面会出现不太帅的画面，该怎么讲呢？就是不会让别人觉得哇好帅哦的这种画面，该怎么讲？像是啊。昨天红猪看的时候，就是他们起飞的样子也是飞机会咔咔咔的那种。如果是美国动漫的话，可能就是会出现嗡嗡嗡咻的那种，只会画看起来很顺很帅的地方。就是吉卜力比较有真实感嘛，可以这样讲。刚看完萤火虫之墓，我就不敢吃水果糖哦。那个萤火虫之墓，我心情很低落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看。哎，还是低落的时候才会看。我好久没看了，对，我看完每周会觉得还好，我现在过得很好。就算过得不好的时候，也会觉得哦，我比他们过得好。哎，晚安，小龙猫超可爱。对，每个年纪就算看同一部，会有不同感受。很贴近现实的平凡。对对对，180晚安。那个水果糖之后也买不到，今年停产。哦，真的吗？其实Sakuma Ski Drop，那是Sakuma Ski Drop还是Sakuma Drops？我记得有两种。我好像很小的时候看过一次，但后来越大越不敢看，我可以理解。皮皮熊晚安。后代人的哈干呢？我以前补习班打工的时候都放给小朋友看，我只记得小时候看完不是一模，而是妈妈我要吃水果的。谁会在低落看那个？有小女孩的那个要停产，看一下。所以是サクマ式。左九，那个叫什么萨克吗？对，萨克曼多洛比有两种，一个是萨克曼斯基，一个是左九尖吗？对，现在一般的左，不能说一般。左九糖，左九水果糖，对不起，左九尖水果糖跟左九尖式水果糖，对，然后左九尖水果糖他们跟鬼面有合作，对，好像是左九尖式那边才会停产，水果糖吃完里面可以。沾面粉，了解，是左九间市场要停产。对，奥比王晚安，鬼面那个时候应该还是可以吃。海妞妞晚安，但是小时候我妈帮我买的都不是左九间市的，他们都帮我买是明治的那个黄色的罐罐，那个跟。就是萤火虫那个水果糖味道差很多，对，这个很贵，两个都很贵，
是明治吗？我看一下。对对对，好像是，好像是。可是我找不到我小时候吃的，还是摩利那个，不是明治啊，应该是摩利那个。摩利那个松，哎，对不起，松永，哎，森永，森永，森永水果糖，这个啦，这个啦，台湾常常卖的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比较便宜，味道超好多，我妈都跟我说一样。是我先说的，生阳。我发现有台湾口味，但这个我没吃过，感觉蛮酷的。巴乐风味。哎呀，那吃完的时候有专程摇一摇会那个甜味吗？不会。虽然在那个动漫里面说哇有好多糖果的味道，其实根本没有，糖分太少。对啊，孙勇我只想到牛奶糖而已。牛奶糖是孙勇吗？哦，好像是哦，孙勇，对不起。我立那个，以前常常会买，但现在。长大后不会买那个牛奶糖。对对对，这个，但我蛮喜欢这个包装。之前我忘记哪一个成员，他一卡通是用这个，森永，对，森永的一卡通，牛奶糖的一卡通，对，就觉得好可爱。Chelsea 听到啊 ，Chelsea 我知道，我最近才看新闻说，あなたにも Chelsea あげたい。对 ，Chelsea 听到，但 Chelsea 我很少吃，可以说我没吃过，因为我没有印象。那个很好吃，听说好吃，我妈听说我妈小时候很爱买的那种。对，我好久没有买糖果。都是买巧克力跟饼干，对，一小。あなたにもチェルシーあげたい。饼干比较有满足感，对呀、啊。哎，好痒喉咙，一直流鼻涕。好了，我要唱歌了，各位。但我想不到我要唱什么。我的手机啊，在这里。可是我先唱《Pokémon Get》的这。今天什么年代哦？什么年代都可以。就是之前去看他们演唱会的时候，他们唱的歌，动漫歌。对。但最近，而且不是有很多难过的新闻吗？像是。樱桃小丸子的声优过世啊，还有七龙珠的作者也过世了，真的好难过。就是有一种我们现在想不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没有他们两个的存在。谢谢雷军的小号角，谢谢小鸡晚安。对呀、啊，七龙珠虽然我小时候没看过啦，但是他们的。动漫歌吗？真的很有名，台湾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真的觉得好厉害，以后会越来越少。樱桃小丸子的声音哦，对啊，这个我第一个就讲了呢。好，那今天就唱这几首吧。先唱《Pokémon Get》的声。神奇宝贝的，这是什么？我不知道。目指せポケモンマスターか。ちょっと待ってね。我找一下。卡拉 OK。我也不能想象没有啊，等等，好像跟现在差不多。谁？那是谁？小王子同一个声优。
没有，我是不知道那个角色，我是想打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哦，了解，后面没打出来，了解了解，对啊，他们其实他们都很年轻，我觉得有点太早，好，没关系，我先猜一下。啊啊！看一下有没有点，有有有有有 ，OK OK， 来吧，先唱 Pokemon Get 了噻。我好像忘记喊 Pokemon Get 了噻。たとえ火の中、水の中、草の中、森の中、土の中、雲の中、ある殺した後の中、な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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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変だけど、必ずゲットだぜ、ポケモン、ゲットだぜ、イ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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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まさらたうに、さよならバイバイ、俺はこいつと、噛み出るイタチュー、鍛えた技で、勝ちまくり仲間を増やして次の街へいつもいつでもうまくいくなんて保証はどこにもないけどいつでもいつも本気で生きてるこいつたちがいる例え火の中、水の中、草の中、森の中、土の中、雲の中、の殺すカットの中、な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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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変だけど、必ずゲットだぜ、ポケモン、ゲットだぜ、イ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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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戦い疲れて、おやすみくない、まぶたを閉じれば、蘇る、炎が燃えて、風が舞い泣き声とどろくあのバトルが昨日の敵は今日の友って古い言葉があるけど今日の友は明日も友達そうさえ言えに
对，录音。好怀，我也觉得好怀念。在你们面前唱歌的时候都会紧张。咦咦咦咦！要学一下奇异考兔兔啊，对，呜呜啦啦呜啦呜啦啦呀哈呀哈，不呀！卢可要说聊天很多人扮卡比兽吗？聊天很多人扮卡比兽。对，那天演唱会的时候，就是翻译没有跟到，对，然后就是桑菲老师说：“哎，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怎么这么多人 cos 小智？这样还有人拿皮卡丘的扇子，然后最后说还有人很多真人版卡比，啊，还有很多真人版卡比兽，这样结果翻译没有翻好。”对，然后李霞老师他以为大家都没有听清楚，所以他讲两次，还有人很多啊，还有很多真人版卡比兽，结果大家都没有翻译，超好笑！谢谢浩一的掌声鼓励。谁要把翻译给曹鱿鱼？那他太有攻击性，翻译不敢翻吗？应该没有，应该是单纯没有翻好而已。宋北老师其实蛮可爱的，他一直开玩笑，只是，对啊，只是那天翻译就有点跟不上。对，太不爱的其实我不会唱，但是那时候宋北老师有唱。对，卢卡，我有个问题，什么？怎么了？生日会有拍立得吗？我会提，应该会有。但不是个人，我是应该是全体。哎呀，要买20张座位。对啊，哎，上一次有拍立得吗？应该姐姐不会说从今天开始没有拍立得什么的。谁会要穿睡？对，大家都会穿睡衣。我们啦，我们成员。希望不要用来 bingo， 应该是不会。但我原本想要玩 bingo。第一的没有 B 场的有哦，了解。一加热 B 场有拍立得 ，OK OK， 我觉得要哎、欸，不然我怕我们的票房不好。可是我的睡衣穿出门，你们可以到场再穿啊。对，就是睡衣趴的感觉，素颜我不要。哎呀，我想一下，シーロンズドラゴンボールの曲ね、私もあんまり知らないんだけど。我那天需要穿学校裤子吃。你把那个裤子当做睡衣的话，当然可以。没 bingo 就好，我想从来没赢过 bingo。零一其中一个是怕粉丝走心，才不用拍立得哦，了解。所以他有先跟大家说，他不会。这次没有吗？其实这样也不错了，他就算没有拍立得，票房应该就很好。上一次签了15个，还是没有一条线，真的哦。我想一下，那我现在唱那天演唱会听到的日文动漫歌好了。我相信他们学的那首都是在台湾比较有名的。哎，等等。我想一下有什么。だんだん心惹かれてく比较好唱，那首我最不熟。我知道是这个魔法，这个魔力。那首歌，チャラヘチャラ。对，可是チャラヘチャラ好像之前有唱过。好，算了，我先唱。里面他们表演的歌有什么呢？等等，女生的歌，我先啊，我记得有可愛くてごめん，那就唱可愛くてごめん吧。
私が私のことを愛して何が悪いの嫉妬でしょうか痛いだとか変わってるとか届きませんねそのリプライ大好きな泳ぐ国大好きな浮き少年お決まりのハーフスイム履いてお出かけしよう日がさもうて持ち合って幸せなのに可愛くてごめん生まれてきちゃってごめん明るくてごめん気になっちゃうのよごめん可愛くてごめん努力しちゃっててごめん高くてごめん女子よ高くてごめんムカついちゃうよねざま为什么没有突然没有 Bluetooth 噔噔噔一首有了它会自动关连接我想一下还有什么还有啊他没有唱 Pretty Q 啊其实我听他们的演唱会就会想就会觉得我也好想唱动漫歌这样超痛对不起错过プリキュ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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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プリティで、キュアキュア、二人は、プリキュア。一年去ってまた一年、ぶっちゃけありえない。制服着てても二人は、むちゃくちゃタフだし。お互いピンチを乗り越えたり強く近くなるね Yes! You're as my best 生きてるだから失敗なんてめっちゃない笑う角に服着てあるでしょネガティブだってぶっ飛ぶ命の花咲かせて思い切りもっとバリバリたまには放課後の本当をしゃべりベリータイム噂は恋する乙女とビタミン剤だもん闇より浮かんだ虹の架け橋ここに降りて奇跡 Yes, you're best, my best 全力だから友情愛情思い切りもっとキラキラワンちゃん Come on, be so freaky でキュアキュア二人はプリキュアプリキュア下一首我相信プリキュア应该你们比较少看我唱男生的歌好了我想一下当天还有什么歌对但跟你们说那时候他们表演的几乎都是女生对好对好像真的几乎都是女生我的心里一番可爱的哦那不是动漫歌那个好像没有人表演想一下等一下阿潘他们表演 Love Live 的歌然后第一首还拍他一个人唱小魔女哆瑞咪的歌再来他们两个一起唱的一起唱好像是有一个动漫歌但我不知道那首歌是什么然后他们最后唱啊对他们最后唱那个少男家大妹这个好像可以
噔噔，哎，啊对，恋爱 circulation， 突然忘记歌名。好，来吧。啊啊。ほら、心は進化するよ、もっともっと。ほら、心は進化するよ、もっともっと。消えちゃう関係なら言葉を消せばいいやって思ってた、恐れてたんだけど、あれなんか違うかも。千里の道も一歩から、石のように硬いそんな石で、地には積もれば山となれ、しこ死ぬ気で、いや死ぬ気で、ふわふわりふわふわる、あなたが名前を呼ぶ、それだけで10円アップ、ふわふわるふわふわり、あなたが笑っている、それだけで笑顔、照着他们唱的歌，好哇！我唱好久没唱了这首。奇妙妙的国家啊，对对对，我今天有没有想要唱这首？对，我先唱这首。超天変地みたいな競争にも慣れて、こんな日常を平和と見間違う、ラブリーコースター揺さぶられながら、見失えないものは何だい、平等制限意識の概念に飲まれて、心までがまるでエンドストラー、できない大好き、ちゃんと喋らなきゃ、人形で刺して変わらないし、ああ良い街を行く人だかりは、嬉しそうだったり寂しそうだったり、コントラストが古参譜を飛び回り、歌とリズムになるままでと一緒だ、そうピーナッツ飛び出して、甘くて苦くて目が回りそうにする、七瀬を目指してパーティーを続けよう、世界中を驚かせてしまう夜に、改善せ
恋しきのサイロに飲まれて僕らの音楽は毒になり下がる。口を向いてよ、背を向けないでよ、それをせいろにならないけど。ああ祭り林のその後で高ぶったままの人が気がしてしまう人、多分私だろう。でも言葉にしようのなら稚拙が極まれり、最高だって知らそう幸せと満たせ、知れない理由をそこに映し出せ。惜しかったり遠さって明日は来ちゃうけど、どない適応もアップデートを果たしたなら。好，下一首，下一首。樱桃小丸子的歌嘛，有什么？好像可以唱很多很多。ちびまる子ちゃん，我先唱那个 opening。楽しいことならいっぱい。我有点忘记那首歌叫夢いっぱい，夢いっぱい。好，下去了。是这个吗？我看一下有没有歌词。好像超过了，对不起。我找一下歌词版。楽しいことならいっぱい、夢見ることなら雨いっぱい、今すぐおしゃれに着替えて友達探しに行こうよ。青空に続く坂道、奇跡かけてくあの子は誰、忘れてた宝物見つけたよ。切り取った時間の片隅、夕焼け草原風の匂い、笑顔の魔法を教えて。君だろうよいっぱい、キラキラしようよ目いっぱい、ありき翼を広げてめちゃくちゃおしゃべりしようよ。聞いたことない歌詞だこれは。我好像只有听过 opening 版，这我没听过。麦わら帽子の夏休み、赤い自転車でどこへ行くの、ひだまりの草笛が聞こえたよ。思い出のあの橋に渡ろう。影ろうひまわりマシュマロの雲、心のたたら絵の具が溢れ出す。楽しいことならいっぱい、夢見ることなら目いっぱい、今すぐおしゃれに着替えて友達探しに行こうよ。いっぱいキラキラしようよ目いっぱい、張り切り翼を広げてめちゃくちゃおしゃべりしようよ。
些樱桃小丸子。好，换一首。还有什么樱桃小丸子的歌？除了 B 下的那首。想不到，好，不然 P 下来好了。夢の中溢れて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这首好像也是樱桃小丸子的歌。やっと今からきっと始まるじゃん、シャチャレレレレレレレ。但不熟。好，那就 P 一下啦。噼里啪啦比较熟。何でもかん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ぶわっと一匹よりさっとじゃ。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タッタタラリラピーヒャラピーヒ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ーヒャラピーヒ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ーヒャラピーヒャラ。オフェンスがちらり。踊るポンポコリンピーヒャラピー、お腹が減ったよ。あの子もこの子もみんな急いで歩いているよ。電信柱の影からお笑い芸人登場。いつだって迷わない気予測は駅の中、そんな全一起听卢卡唱歌哦，走啊！哎，小小甜甜圈。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タラリラピヒャラピヒ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ヒャラピヒ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ヒャラピヒャラ。おへそが違い。七龙珠的歌我真的不会唱，对不起，所以我唱阿拉蕾，阿拉蕾ちゃんなら歌える。卢卡有看过安胖吗？当然，一定有。夜兔晚安。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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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再一次，对不起，咳嗽。这首有名吗？新版的阿拉蕾的主题曲不是这个。
这好像是旧版，但我们对这首比较熟。好，再一次，对不起。还难戴着眼镜。来たぞ、あられちゃう。キ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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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テテテテテテテ。ピピピピプペポガチャモ。夢のラクダ打ち明けろ。お日様ニカニカ、ブタさん砲撃鏡。みんな集まれペニ村に。どんなことが起こるかな。それゆけいしししお楽しみ。チャラヘッチャラならワンチャン歌えるかもしれない。小时候没看七龙珠，不好意思。我想一下，
你们小时候还有看什么动漫？很怀念。两只看几吗？还是你要唱《工程机上的 Blue Velvet》？你竟然知道这首歌？两只看几？啊，两只看几哦？我每次都讲错。对。啊，数码宝贝。無限大な夢の後の。ここしか知らない。タタタラン、タタタタラン、タタン、そうさ、いい年。思いも触れぬ、思いも負けそうになるけど。Blue Velvet 是 RGT 的第三首片尾曲。好，对不起，我不知道。对，看两金看几，每次发生意外会播的歌。前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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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来吧，乌龙派出所。啊，今年も夏が来た、来たね、来たよ、来たぜ、来たわ、来たの。あ、今年も夏が来た、来たぜ、来たよ、来たぜ、来てさ来ました。大きな道、小さいな道、恋の親塾の南風に。大きい胸、小さい胸、ちっこいのやちっこいの渚で。あー今年も夏が来た、来たね、来たよ、来たぜ、来たわ、来たの。あー今年も夏が来た、来たね、来たよ、来たぜ、来た、もう来ました。大きな道、小さい道、ちっこいのやちっこいの南風に。大きいお尻、小さいお尻、ちっこいのやちっこいの渚で。なぎさで、なぎさでぶりぶり。ワンチュー。要变成大猩猩，这首经典吗？哦，真的哦，我以为大家不知道。这是好像是乌龙派出所第一代的 OP 吗？然后我每次都是。听不出来这首歌到底哪里是对，哪里是开头。我每次听会以为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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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但其实好像不是，好像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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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真正的旋律。对，我再听一次。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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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应该会比较好笑。好，换一首，换一首。想一下，小时候还有看什么歌呢？什么动漫？对呢。卡西莫吉蒂我不会，甜甜圈谁要学一下？对，美少女战士，哦，对，美少女战士也可以。唱半首好，这首其实我常常唱。对的。
ごめんね素直じゃなくて夢の中なら言える思考回路はショート寸前今すぐ会いたいよ泣きたくなるよ Moonlight 電話もできない Midnight だって順調どうしようハートは万華鏡月の光導かれ何度もめくりう星座の瞬き数え占う恋の行方同じ国に生まれたのミラクルロマンス もう一度二人でウィーケン神様叶えてハッピーエン現在過去未来もあなたに首いたけ出会った時の懐かしい眼差し忘れない幾千万の星が見つけられる偶然もチャンスに変える生き方が好きよテレテレテレチ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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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下游戏王游戏王我好像很少看真的可以唱人之乱太哦勇气一百发可以对我有一首歌很想唱，我可以唱吗？那个 ，Gash， 那个叫什么 ？Gash 的歌 ，Gash 的中文我忘记了。这个他，好，这是什么？抓我心的哈密瓜。加加加！等一下，这个没有声音，谢谢。我想要跟他一起唱。现在他最爱吃那个哈密瓜 ，Catch my heart，Catch my heart，Baby Melon，Baby Melon，Catch my heart，Baby Melon，Baby Melon， 我口にとろける Baby Melon，Baby Melon， One two one two，Baby Melon。私の心は釘付け一度食べれば釘付けブラーブラーベリーメロンベリーメロンおかわりやかまし Catch my heart, baby melon, baby melon. Catch my heart, baby melon, baby melon. お口にとろける baby melon, baby melon. One two one two, baby melon, baby melon. Bra, bra, baby melon, baby melon. それは甘くてジューシー。お口にとろけてジューシー私の心は
一度食べれば極楽ブラーブラーベリーメロン大好きだ愛してる愛してるCatch my heart ベリーメロンおかわりだThank you 谢谢要唱家校的话不是该唱七九摩给吗、哦、我会唱那首啦可是我可以唱那首吗七九摩给我有唱过吗是可以唱啦是可以唱是可以唱但是会不会我被 ban 掉希望不会别我开玩笑还是前面我不唱钢铁的フォルゴレン無敵フォルゴレン我看一下七九摩耶其实我发现很多 VTuber 都唱过好了那我不会唱欧牌这个单字其他我会唱这样我应该不会ban掉对然后就是如果我害羞或是我觉得我唱不下我就是给他那个 follow go 来唱我找一下 on vocal 版本对他不是他 moge 不是 moge 跟 moge 抓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是 moge 应该是电视台他们觉得如果是 moge 的话会嗯他所以可能改成 moge 对对所以到底什么是 moge 来吧おいおい、僕の CD が欲しいって。ほら、受け取りな。プレゼントするのはファルコ・フォルゴレさん。父を思げ、ファルコ・フォルゴレ。仕方ないな。踊ってあげるよ。ファルコ・フォルゴレ。チンチチチンワンバイ、ボインボイン。あ、ファルコ。わっ他有舞蹈你知道モゲモゲモゲ父をモゲモゲプリリンポヨモゲモゲポロンプヨモゲまんまる父に三角ロケットボイン優しくいきなり微妙に連続オーチンチチチンワンパイボインボインチンチチチンワンパイボインボインモ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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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チチをモゲモゲ副歌我不要唱好了モゲモゲモゲ父をモゲモゲポヨヨパインモゲモゲパインポインモゲシマシマチチチお猿のバズーカポイン今日もモゲ明日もモゲとにかく毎日オーライチンチチチンワンパイボインボインいけたチンチチチチンワンパイボインボインモ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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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チチをモゲワウ笑死有那个他是哈哈哈等一下等一下啊要来抓我有哎
有抓到你了。啊，不行，那不能摸到那里。啊哈哈哈哈的歌、哦、但其实我为什么知道这首歌，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声优，对，所以我当初知道他竟然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傻眼，想说怎么可以让他唱这首歌，但其实越听越觉得好笑，结果对方也想唱，咬到舌头，好啦，希望我不会被 ban 掉。嘿嘿嘿嘿嘿，其实蛮洗脑的，七七七七嘿嘿嘿嘿嘿嘿。好，换一首，我想一下，刚刚说有人说 Yuki 100%，不会啊，管理员听不懂日文，确定吗？我要好好考虑要不要推唱这首歌的。我没有唱哦，就那个七，我只有唱七七七七，哼哼，对，就只有这样，对。真的，哟，晚安，勇气 100%，来吧。メソメソしてどうしたんだい、つらいよみたいに笑う君はどこだい、ワンワンやりたいことやったもん勝ち、青春ならつらい時はいつだってそばにいるから、夢はでかくなけりゃつまらないだろう、胸を叩いて冒険しよう、そうさ 100% 勇気、もう頑張るしかないさ、この世界中の元気抱きしめながら、そうさ 100% 勇気、もうやりきるしかないさ、たちが持てる輝き、永遠に忘れないでね。就长大后听这首，就觉得这首歌歌词其实很棒。小时候真的不知道，对。嗨，丽莎，晚安。我想一下，我只记得 Jenny 是会在红白表演这首啊，对，没错。Jenny 是每一代都是唱不同，每一次都唱不同的 Jenny。对，我在想，こんばんは、ジュンコちゃんじゃなくてルカちゃん、ジュンコちゃん。そうね。じゃあ次何を歌おうかしら。啊，我唱十七岁好了。突然，刚刚黑山叫我十七岁，就想唱这首。啊，没想到前面唱那首歌的人突然唱这首。誰もいない海。
二人の愛を確かめたくて、あなたの腕をすり抜けてみたの。走る水辺の眩しさ、息もできないくらい早く強く捕まえに来て、好きなんだもの私は今生きている。勇气一百趴跟此刻的太久也没听，那就不太像过年。青い空の下、二人の愛を確かめなくて、光の中へ溶け込んでみたの。二人かもめになるのよ、風は大きいけれど動かないで、お願いだから好きなんだもの私は今生きている。あ、谢谢。啊，今天才看完第七集，渚不怕他未来生不出来吗？如果我是不怕，对，因为他们有生小孩才会有现在的自己。啊，我到底在讲什么？对，是不適切にも程があるの話をしてました。乱麻的歌啊，乱麻歌我几乎全部都能唱。乱麻歌，嗯，我都喜欢欸，说实话，我在直播常常唱的是绝对 Part Two， 还有那个呀爸爸呀爸爸音响灯。我看一下，我唱一首好了。对，因为乱麻的歌。有 KTV 的真的太少，就是太少人做 KTV， 真的是。对，有一个经典，对。可是他在让他妈妈跟其他男生也没有交往，就是去约会而已。对啊，只有一天，只有一个礼拜。乱麻的歌，嗯，啊，好像真的只有姐姐吗？呀爸爸，呀爸爸，一闪电，爱像个过一把一片的过瘾。呀爸爸，呀爸爸，一闪电，无言的台湾。わけもわからずにランマランマで日が暮れる、君と会ってからランマランマでなんだかんだと吸ったもんだの世紀末。ダララララ、なぜもっと静かに好きだよと言えないの、張り合うと私もじゃじゃ馬になっちゃう、出るも鳴らさずにそよ風のように胸のワンルーム住み着いた君など、迷惑よだけど今夜だけいいわ、明日までいいわ、見つめられるたびランマランマで目が回る、恋になりそうでランマランマでたんまたんまで、そんなもんねと友達。結束了。我还有一
者很喜欢的歌叫做什么？Don't my, Don't my, 来来来来 boy， 我猜一下有没有 KTV 版？有是有，但好像没有 KTV 版。对，好，没关系，就跟着他一起唱。なんて歌ですか？さっきのやつ？それとも今のやつ？さっきのはジャジャマにさせないでで、今のはドンマイライライボーイです。夢でも見てるみたい、君が落ち込むなんて、背中をつついたのに後ろに空を見てさ、内緒してたけどずっと前からを愛に元気まき散らす君が好きだよ。 Don't my lie lie boy、 笑顔の方がいいや。 Lie lie boy、 夢見ていてね。 Don't my lie lie boy、 メソメソしてると。 Lie lie boy、 浮気しちゃうぞ。 涙は恋しちゃいない、夕日や笑う生意気と君と喧嘩がしたいな。好，没关系，乱码的歌之后再唱。我大概国小五年级的时候，真的爱上乱码二分之一，然后他们的 OP 跟 ED， 还有角色通常不是都有自己的歌吗？那个全部都听。そうね、今アニソン歌ってるんだけどね、次は何がいいかな？下一首。直接打アニソンカラオケ。乱码超好看，对。但是长大后再看，会很累。对。魔法咪噜咪噜有很经典的歌吗？魔法咪噜咪噜有。ドラゴンボールね、あのチャラヘッチャラをさっき歌ったんですけど、あんまりあのサビぐらいしか歌えませんでした。クロクロモファース。我很喜欢那个动漫，但歌有点忘记。前阵子把《乱码二分之一》漫画37集复习了一遍，我也是。哎，ちょっと待ってね。咪噜魔法咪噜咪噜有什么 ？Happy Happy 吧啊，小红豆好了，小红豆很有名。笑ってるハッピーラッピーパイお願い、とびきりの笑顔を見させて、ミルも何でもない何でもない、君の笑顔をあいつじゃないこいつじゃない僕が見つける、世界中で僕だけが知ってる、ほら素敵な君さ、目立たなくて泣き虫で寂しげに顔を伏せてる、君がいいね抱きしめたいよ、ハート重ね合わせよう、なんでもないなんでもない恋の魔法で、あっという間にあっという間にほら見違える、顔を上げて歌
しゃれに決まったらほら素敵な君さ。谢谢，对，好好怀念。谢谢国成的《忍不住想你》，对，竟然是小活动。听到这首，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起《玩偶游戏》的主题曲。《玩偶游戏》的主题曲，我知道一首，你可以，也是可以唱。子供のおもちゃ，这个好了。太有了，好像没唱过。初代。君のことを好きだった。あの噂は本当さ、そうさ。寝ても覚めても。避けようとしてもダメ。そんな風に壊らないで。他の恋を追い出して君の中に入り込む、それはいけないことかい。夕暮れが近づいて子供が帰る頃、今日の出来事は覚えてるわい。正確に伝えられるはず。19時のニュース、お願い僕たちの中を、あ、責めないで、真実のキスを、火のないこのうち恋して煙を上げよう。あ、アバウトに生きてはいけない、ないものねだり。チャレレチャレレチャレチャレ、他们 OP 真的超强，哈哈哈哈哈哈，吓到，有点，现在不会很长，想一下，还有什么可能？真的很强，他们觉得动漫本真的很强，一直都。さて、ね、ちょっと待ってね、他にあの頃懐かしかった曲。闪电啊，这个我可能没看。笨蛋测验，哦，这是我国中的时候看的，当然是对我来说是很怀念。可是你们有看吗？布布恰恰好怀念哦，布布恰恰，布布恰恰，恰恰啦啦恰啦啦恰啦啦恰恰啦恰恰，恰恰啦恰啦恰恰恰啦恰恰啦恰，恰恰啦啦恰啦啦恰恰恰啦恰，是这首吗？好，来吧 ，Perfect Area Complete。对，我国中的时候超爱，然后我单恋，我暗恋的男生也很喜欢这个，所以小时候。ほどいて育つもの、なんだなんだろう。One more chance, one more chance, never give up。这算是我的童年吗？对，反正想到这个就会想到之前的事情。出会いましては簡単すぎるよ、最初に決めた答えは一つ、ときめきまして合格しますか、恋も勝負も慌てない、コツコツコツと徹夜にため息、私の中に天才と今思うことみなかないばいいな、何の世界は気にしない、パーフェクトエリアコンプリート、絶対ここで待ってるんだ、パーフェクトエリア望む声が聞こえるよ、あいやいや、わいとまらない、すれ違い、私が相談相手は友達かい、友達がす、悲しきれたんだね、なおやり直し、書き直し、本気で One more chance please、 今より素敵な未来があるのに、
小就是国中的时候啊，我们每就是几乎每天都在看他的动漫或是小说，然后以为我高中的时候也。明日よ月にも星にも科学的にはどうにもならず輝きもした明日を夢見て恋で我慢を学んだねむくむくむくと広がる雨雲私を濡らす瞬間スクエア悩み事ほら忘れたみたい泣き言なんて忘れよう Passing by your conversation 感動したいもっとずっと Passing by your 自分次第反正就是以为我高中的时候也可以跟他们一样过了这么青春的生活，但没办法。对呀、啊，就是他们的生，他们的青春就是我曾经崇拜、崇敬的。对，毕竟那是动漫，对啦，真的是。你的高中生活，对。跟大便一样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暗恋的男生也很喜欢这个，然后他都会买小说，然后有一次他还没看小说就先借我，然后我就很感动啊！但那个男生现在已经结婚了，真的是我的高中生活也很像大便，没事。我大学好一点。现在你们应该也是吧？很多以前的同学都结婚了，这样。对，什么小说？笨蛋测验，这个小轻小说。对，我相信，竟然直接讲大便。你大学就很可爱，没事啊，路卡一定有遇到快乐的时候，是有啦，对。じゃあね。等一下哦，那我唱国中的时候很喜欢的有一个动漫的 ending。你好诚实，没有也可能是我比较年轻，怎么好？我高中精灵是跟吉恩五跟机巧少女不会受伤。不能忘记，其实是梁公是我的再大了一点点的那个年代，对，梁公很有名，是我国小六年级的时候，对，所以我长大之后只知道这首主题曲。小小甜甜圈借你玩，好啊，我爱的人你已经有小孩了，他已经有小孩了，对，好，没关系，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国中的时候超爱这个，也不是超爱，就是有在看这个动漫。我找一下歌词。虽然我高中最喜欢的是《Hidanari》啊，了解。其实我发现大家都有看动漫。好，看来大家都没看过，可恶。後ろの署名恐怖と笑いは似ているかもね。だって好きですね。愛して恋一番のつもりが大丈夫情報たち一方的な相談中だ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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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の恋の緊張必要尋常分布料理させて夢が見たい嫌われてもしょうがないけど私は目には君がキラキラ
こだけだから無理やり、やっぱり足りない伸び伸び、せめて達成しなくちゃ胸痛い。とにかく気持ちが止まらないの、しっかり決めてよ、ラブラブ、せめて挑戦したいよ、したいよ。今度は翔太くんより安心させたい、私にしてよ、だって特別、君は特別、押して没听过吗？可恶，既然你们没看过。愛する恋するバッと大変瞬間風俗さん準備だね、年齢でなどのモーションジョンジョンジョン、愛でしょ恋でしょ寝てしましょう、準備運動始めてみましょう、スタンスタンスタン。明日会える、聞きたい私の心、自分でさえも片付かないの、なんでだ、 Tell me why、 ダメ、はっきりさせたい、ゲチュゲチュ、覚悟だって言わせたい、メリハリ、そっくりお返し、ホミホミ、どこに行っても晒すわ、キョロキョロ、信じてあげるよ、本気ならば、はっきりさせたい、ゲチュゲチュ、だから追求したいよ、したいよ。唱完了，这首叫对对对，好人说的 ，M M E M M 一组的，这不好笑。对，我国中的时候真的很喜欢，就是呢，这个男生男主角他是抖 M， 非常的 M， 然后这个女主角是抖 S， 反正就是那个年代，就是 S S S 跟 M 的那个。这个单字越来越红的时候的有一个动漫，这里也在抖 M， 对，我是看完这个动漫才知道什么是抖 S， 什么是抖 M。 然后他的男主角的声优是福山润，对，是我很喜欢的声优。其实我有点忘记剧情了，好像是男生喜欢这个紫色的女生啊，应该说这两个都喜欢这男生的样子，现在忘记了。但我记得很好笑，卢卡从此进入了新世界，对对对对对，就是看了深夜动漫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多世界。没错，就是对国中的我来说，这种动漫就是有一种有点像我的课本的感觉。那时候很流行抖 M 男主，是很流行啊，抖 M 还好，是抖 S 的女主角很流行。但这个动漫的主题就是真的是几乎全部都是 S 跟 M， 他们连最后的 ending 出现，不是最后有那个 stuff roll 吗？就是画画的人谁谁谁，设计的人谁谁谁，那个他们名字旁边一定会有那个 S 或 M。卢卡一夜之间登大蓝，yeah， 反正就是那时候我们的国中的时候也是有几班上虽然没有很多人，有几个人就是很爱看深夜动漫的人。我们就自己组一团，然后互相交流，然后交换好最近这一集好看动漫。对，我以前看过一部动漫《暴走猎人》，听说是强势女性的四组，吼吼吼，也很流行傲娇。对对对对对，就是那大概是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傲娇啊，什么 S 啊 M 啊什么的。什么都有。现在可能就比较少看的。Tiger Dragon 最标准。对， Tiger Dragon 我没看过。好，那不然我现在唱一下国中的时候常常听的歌。你们那个年代听起来很糟糕。是蛮混乱的，但是没有，但是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在网路上，对，就是 Nico Nico 最流行的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有流行那个东方啊，对不起，东方粗暴玩女那个年代啊。可是粗暴玩女的话，可能只有男生有看，我是真的没看，那时候真的没看，那时候，所以他们的 OP 我也不会唱。粗暴我有看，对，但是对，应该是我们那个年代，对，确实。欸，我有说过吗？有一次我隔壁的男生他迟到，然后我问你怎么迟到，他说他早上有看那个粗暴娃女，然后就不小心迟到。真好笑。他可能看完粗暴，然后就对对对。看一看就嘿嘿嘿，然后就嘿嘿嘿，然后就迟到了。粗暴作者前一部作品《黑猫》也不错啊，对，有时候日之空先不要，他没有这么仔细的跟我说，但是他就跟我说，我今天看完那个《Travel Darkness》，然后就迟到了。对，国中的时候嘛，对呀，好笑。不是小心回来了，哈嘿嘿嘿哈哈哈，然后迟到。好了，不要再讲，我要唱东方的歌。东方那时候最流行的歌是这个，七日诺的三四教室。Perfect 三四教室，可以当配菜。我什么都没说，来了。みんな、チルノの算数教室、始まるよ。あたいみたいな天才目指して、頑張っていってね。キラキラダイヤモンド、輝く星のように。栄光志望校、納得して灰色、天才秀才飛び舞う。バカバカ、バカバカ、チョッチがバカじゃないもん。バカバカ、バカバカ。バカって言う方がバカなのよ。バ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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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うるせえのねこのバカ。バ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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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テレテレテ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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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ま許可からバスが出て、はじめに三人乗りました。ハキュフローで一人降りて、犯人だけ乗りました。ヤドモサチで二人降りて、結局乗客合計何人だ。答えは0人0人です。なぜそれは幻想、今日にバスない、山内意味などない、今キャラクター立てばいいのよ、元気があれば何でも。1、2、9、くるくる時計の針、くるくる頭回る。だってつぶら目玉2つしかないのに、最後の針なんて自分が次々問題出る。なんで授業続く、凍る部屋の中、冷やした温度も時間も気にせずゆっくりしていってね。バ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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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からバカじゃ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でしょ。バ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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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してこの時がいっぱいだよ。バ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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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テレテレテ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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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テ。でもどこの100万円の壺を誰かが割っちゃった。閉店のエリンが弁償しに来ましたよ。シマプリのいたずら店員、結局賠償金額いくら。答えはそれそれだそれだ、それはそんな壺あるわけない。常識超えたところに世界の真理がある。秘密の数字目指して、1、2、9、ヘラヘラにやがげ、ゲラゲラ笑いながら。うざいのばうさぎ、声源もないのに、すんじゃんうちのもはふいふいふい先生。
漏れなく組みまんで、どういうことなのよ、どちらかって言ったらさ、バカにも。お疲れさんってとこね。わかった、あたいがあまりにも天才だから嫉妬してるんでしょ。ほんとしょうがないわね。せっかくだからあたいの天才のキツをちょっとだけ教えてあげてもいい？あ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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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覚えさん。たまれてもあたい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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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な頭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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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かなわない。遊び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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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べたら赤子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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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を握る。あいたいたいたい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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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璧、いわゆるいわゆるいわゆるパーフェクト百科茶碗鉢意味などないわキャラクター、勝てばいいのよ、元気があれば何でも。1、2、9、くるくる時計の針、くるくる頭回る。だってつぶらめ玉二つしかないお兄さん、煩の針なんて自分が次々問題出る。まだまだ授業続く、ゴール部屋の中冷やした温度も時間も気にせずゆっくりしていってね。バ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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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うバカでいいわよ、知らない。バ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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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テレテレテレテテテテテテテレちゃん。陛下是我的国中，对，我也是，我的国中也是。这首有这么难哦，我好像第一次唱，但是一直都在听。还有什么？一二三，一二三 ，one two three，one two three， 一二三，那首也是。啊，那不然唱 B 家的歌，国中的时候最爱听的。这首，但这首好难，好难唱。次男が部屋に入ってきそうだって、もう両先生ごめんなさい、バカバカ言ってて、すみません。よし。いいんじゃないって思わせても
的好难。B 加歌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很容易断气。对，而且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真的一堆这首不没办法换气的歌，这个有点，这我好像有听过。看一下哦。想到了，嘿，嘿，嘿。あなたが望むのならば、犬のように従順に、紐に縄に鎖に縛られてあげましょう。あるいは子猫のように、愛くるしくあなたを、指で足で唇で喜ばせあげましょう。どちらが先に溺れたらとか、そんなことどうでもいいの。いろはにほへとちりぬるを、我が家とで包めならんしたいの。もっともっと深くまで、海の奥や今日を越えて、朝日イメージよいもせずしまいましょう。あなたのいろはにほへとちりぬるを、いろはいろはにほへとちりぬるを是日本古代的五十音。对，我是听这首歌才会学。例えば椿のように冬に咲けというなら、雪に絞り体を垂らしていきましょう。あるいは気高きバラの去り際が見たいなら、首に髪に香りを出せていきましょう。骨の髄まで染まっても、まだそれだけじゃ物足りないの。いろはにほへとちりぬるを、我が家たれ卒でなら知りたいの。もっともっと深くまで、愛の奥山今日を越えて、朝日夢にし恋もせず変わりましょう。好嘞，剩两分钟，我先念版好了，看一下哦。谢谢善云的猫咪热恋，心情好一点吗？有，谢谢你们，只是喉咙快不行。谢谢 Plus 的金唱片。我先唱。いろはにほへとちりぬるを、我が家たら卒でなら知りたいの。もっともっと深くまで、海の奥山今日を越えて、朝日夢にし酔いもせず打ちましょう。あなたといろはにほへとどこまでも、谢谢好人的小号角。嘿，嘿，好，今天直播真的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关一下。ありがとう。啊，好久没有直接唱这么久，好棒，好好听，ありがとう。好的。那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咯，看一下哦，今天的第十名，第十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九名是雷军，谢谢雷军。第八名是阿叶，谢谢阿叶。第七名是好人，谢谢好人。第六名是 Plus， 谢谢 Plus。第五名是米酒，谢谢米酒。第四名是欧比王，谢谢欧比王。第三名是阿瑞，谢谢阿瑞。
第二名是强哥，谢谢强哥。然后今天第一名是盛元，谢谢盛元。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啊，谢谢大家。好久没唱歌了，好舒服。对，想说喉咙好久没有用到，所以可能要练一下。对，那小新好像他早就回来了。下次卢卡直播是礼拜三还是礼拜四？我原本是礼拜三，但是我后来改成三月十四号，应该是礼拜四吗？然后三月十二号，如果我没有事情，我会开。对，啊哈哈，喝个蜂蜜水，好的，没问题，真的快不行了。谢谢大家，那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喽，拜拜，晚安。对。我再跟你们说，但是礼拜一我不会，确定我不会开，对，拜拜。下次是礼拜二或礼拜四，其中一天，对。限动错过了，太晚看 IG， 没关系，先看看就好。有人要补签吗？听说不是那个到了之后一分钟，看了一分钟才有签勾勾，是不是？记得多喝水，好。二四挑一天啊，不是，四一定会开，然后礼拜二的话不一定，对。应该没有人要补钱哈，好，好，我相信没有。那没事啊，再丢礼物就好，哦，是吗？就是一分钟而已，想说也可以等你们。对，我今天的限动是用碰奖，不是用我的照片。而且是很大只的碰奖。晚安，拜拜大家，晚安。